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么今天这个 video 就是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中学时期的成绩。那么我中学毕业应该也有三年了，我是2014年的时候读 Form 5的，现在已经2017了，哇，时间过得很快。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中学时期的成绩。老实讲啦，我中学时期考的成绩真的是太差，真的太差。今天也是要来回顾一下我当年考的成绩有多差。OK， 我不懂大家懂不懂一个网站，就是可以 check 我们的成绩。差不多，我忘记是在2012年还是2013年实行的。OK， 如果你现在还是中学生，你们的父母有看我的信，哈哈哈，你们完蛋了。等一下你们的父母看了我这个 video 后啊，就会进到这个网站去 check 你们的成绩了。OK， 我们来到了这个网站了，然后在这里你就要打你的 IC number 咯，然后就要选你的年。我是2014年读 Form 5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 Form 5的成绩了。 OK， 我们就来看第一学期的啦。第一学期我的英文我英文还 OK 啦，还不错啦，有啦，70分，我的马来文拿25分，我承认我的马来文真的是考很差，因为我的马来文不好，但是我还是可以用马来文沟通啦。不过还好，就是我在 SBA 的时候，我的马来文有 pass， 所以我有拿到中学文凭。因为在马来西亚，每一位中学生他们的马来文科一定都要考及格，不然就拿不到中学文凭。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幸运啊。Physics，OK，我以前是读 Science 班的，不是 Full Science 啊，我有 Physics 跟 Chemistry， 但是我没有拿 Bio， 所以我的 PC 只拿25分。那个时候真的考很差，因为我的印象中我的 PC 老师一年可以换3-4个，这样就一直换老师啊，然后加上老师也不严格，所以我们学生也没有很用心的去上他的课啦。然后我的 chemistry 就还不错啦，有62分。哇，那个老师真的很严格，真的很严格，我永远记得他真的很严格。不过还好那个老师很严格啦，不然我觉得我这一科应该也是会 fail 的。 Lucky 上格就特啦，我只拿8分而已，这个是噩梦，不要讲了，不要讲，这个是噩梦。 OK，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科目不懂什么，这个是额外的科来的，这个就好像是 architecture 建筑，它差不多有关于到建筑的东西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这个科没有兴趣，所以我是完全放弃掉了，所以才拿8分啦。不要学我，真的不要学我 ，OK。然后我的数学就拿58分哦，我数学蛮差一下的，58分对我来讲已经是考很高了。OK， 到这个 additional mathematics and math， 哇，这个真的是我的噩梦啊！我跟你讲，哇，很难，真的很难，我 fail 了。fail， 这个真的是我的噩梦来的。可是我真的有很努力读这一科啦。我的 MA 老师，哇，印象很深刻，他每次都跟我讲说，你拍戏归拍戏啊，书也要念好好啦，也要努力读书 ，MA 一定要 pass。可是我每次就是 fail。Sorry 老师，我相信你现在有看我的影片了，因为你的孩子有看我的影片，我知道。啊，我已经有经历过了，至少现在我在拍摄上也很努力啦，也有一点成绩，希望你会感到骄傲啦。然后这个是PJ。JK 这个是体育，这个科我也不知道考来做什么的了，拿66分，还不错66分。Moral 这个就是道德 ，OK， 我道德非要只拿26分，我道德考很差，不代表我没有道德 ，OK。历史 Oh no， 我只拿14分而已，真的很挫折，我只拿14分，为什么？到了这个 CV 是公民哈，好像拿62还不错啦，我觉得还是不要拖太久，就是我一次过就一个科目直接看完，我一整年拿多少。好分了哈 ，OK， 我的英文第一学期70，第二学期73，不错有进步到 Pachuban SBM 的时候只拿68分，唉，我英文真的很差，我真的很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把英文学好。那么我的马来文第一学期是拿25，然后第二学期是拿22，等一下，女朋友打电话 ，Hello， OK， 等我一下。OK， 现在我女朋友来到我的制作室了，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中学时候考的成绩了，因为我刚才录到一半半了，你就来了。OK， 我们刚才聊到哪里？我们刚才讲到马来文，马来文拿22分，然后中学期拿35，然后我的 PG 第一学期25哦，然后第二学期17分，然后1234567891011121213141415161617，有17个 G， 雀华语你在算什么东西？然后
后 Physics 最后就拿27，然后 Chemistry 哦就慢慢退步了咯，62 46 44，然后这个够力，8分4分，可是就要学期有进步了，16分，我的数学58了，我刚才讲的，然后第二学期就68，哎有进步了，然后最后又退步一点啊，63，然后 MA 就是36 23 22，越考越差啊、可是我在 SM 的时候有 pass， 我拿一刚刚好 pass 这个体育，这样道德 moral 第一次26咯，哎第二次有 pass 了40分，然后最后一次就31啊、然后历史哎呦不要讲了14分，第二次15分，最后一次要 pass 了38，可是出乎意料就是 SBM 我的实战让拿 C 加，真的让我吓到一下 CV 啊、CV 62 56 48，这个就是我的成绩了啦。不过我现在成绩考得不是很好，但是我没有学坏啦。然后那个时候还好我还有拍摄啦，我的父母懂我成绩不是很好啦，但是他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子而阻止我的兴趣啦，还是蛮支持我去拍摄的啦。所以还好那个时候中学时期我至少还懂得拍摄，这一门手艺。一门手艺，所以才能够有今天啦。然后你看了我的成绩觉得怎样呢？还可以接受、他中学时期的成绩考得蛮好的。那么今天只是纯粹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 video 告诉大家，成绩真的不代表一切，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一句而没有努力读书啊。其实我也蛮后悔一下以前没有好好念书，尤其是我的英文啊，其实现在在我的拍摄工作上都会需要用到英文的，就比如我要跟一些广告商洽谈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英文，我的英文就还好咯。还有我要打字幕英文字幕的时候，哎呦我的英文真的是很差，所以真的是很后悔以前没有好好的去学英文啊！其实英文真的是很重要的，当然身为华人的我们母语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有拿华语吗？对，我缝缝跟缝缝没拿华语，可是我缝完到缝去有拿华语，就是这样啦。成绩不能够决定一切，然后你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的成绩考很差你就看低他啦。至少我做到了，至少我现在虽然不是考很好的成绩没有念大学，但至少我现在就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啊，也是在拍摄上混得还不错啦，混得还不错。还不错还不错，有一番成就。在这里最后提醒大家，如果现在还在求学的你们真的要好好的念书，不然以后会很辛苦啦。我会努力的拍影片，你就要努力的读书，知道吗？好，那么今天的影片真的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